你早，8:03啊！现在社长位置在大龙早市，也就是晚上叫夜市。啊，这边第一摊吃那个咸稀饭，跟煎了两个油豆。没有中奖报告，没中奖报告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十赌九输。天下没有白做的工，天下有没有白吃的午餐？各位理论一定要懂。我带领各位，比方讲说今天没输，请问你今天要不要凹？不必要凹，你就是要凹就签多签一只下面那个300块钱的，啊，有时候我们四只，有时候签两只，有时候签三只，千万要注意，你看我的动作，啊，怎么签你自己要融会贯通，不懂要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是这样，教你这样签，你跟着记者签牌去就是稳赢的啦，啊。昨天这么难中的牌开了3132333，我们用3135，啊，用37，他开到38，那这有什么办法的事？是不是神明也不照顾你啊？我们用14，他开04，啊，我已经是很厉害的人了，可以干得去出啊啊！没有对号入座，也没有说一干尽弄的了啊！今天继续努力，啊，大家一起奋斗。啊，创造美好的生活，美好的日子是要有钱的，要有收入的，要有工作的。